位读者午安，欢迎来到诚品书店中游店。我们现在即将举办的是双子二重奏音乐分享会，那欢迎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在我们周围卡位这样子。那我们在活动尾声的时候，演出者也会进行签章及看合照的部分。那现在让我们掌声欢迎双子二重奏。Thank you.
好，各位亲爱的台中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午安，大家好。我们是双子二重奏 Twin Cushion， 我是简任佑，我是简任廷。今天真的非常开心能够来到台中来表演，我们也好一阵子没有来台中演出了。对，今天台北还下雨这样。对，所以台中的天气真的非常好。对，然后相信天气就跟大家一样都非常的热情这样。那大家应该看得出来我们两个长得有一点像吧。对，我们是真的双胞胎，而不是只是朋友。对对对，因为我们团名叫做双子二重奏 Twin Cushion。 其实大家知道 Twin Cushion 有听过这个字吗？其实它是一个复合字，它是 twins 加 percussion 的意思，就是双胞胎加打击乐合在一起就变成我们两个双子二重奏。那有些人会说，哎，那你们是双子座吗？哎，不是，对，不是，我们不是双子座。对对对。那刚刚第一首曲子有没有人知道是什么曲子，或是听起来很熟悉？哎，我听看到有观众朋友说，嗯，我知道。哎，那是什么？哎，哦，对，哇，太厉害，不愧是台中的观众朋友，很厉害。对，没错，就是听友。那相信台湾的观众朋友应该都很知道听友哦。但里面有一个小故事，就是在说有一对阿公阿嬷呢，他们住在一个山城里面。那有一天呢，阿公他出去工作，他是一个农夫。他出去工作的时候，那天下着绵绵的细雨，天上呢有点厚厚的。然后他在农田里面呢，原本他是种芋头的，种芋头。结果呢，他不小心挖到什么泥鳅，所以他非常开心呢，要回去分享给他的老婆一起享用。没想到呢，他回到家里，在厨房跟他的老婆吵了起来。大家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吗？哎，他们为什么吵架在厨房？哇，这个大家台中的观众真是不简单，这应该没有人不知道啊。对，一个要吃咸的，一个要吃淡的，所以两个就吵起来，最后弄破掉这样。对，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英国演出演这首《Ting O O》的时候，就演完之后，一个观众英国人他就过来跟我们说：“哇，你们刚刚这首《Ting O O》，我真的好像看到阿公阿嬷在吵架那种感觉。”那可以问一下，你们哪一个是阿公，哪一个是阿嬷？就you can imagine， 但是有的时候你可以自己想一想。对对，所以其实这首曲子在我们在国外演出也获得很多的共鸣。就是原来，哎，他们也有在厨房也会发生这种事情。哎，谁要吃咸一点，谁要吃淡一点，谁要去洗碗。对，所以今天我们会讲一些我们专辑的故事，还有我们两个的一些成长打击乐的一些小故事。那也会介绍我们台上这么多琳琅满目的乐器。那如果有机会的话，也欢迎台下观众朋友们跟我们一起互动，这样子。对，好，那我们就来稍微聊一点我们怎么开始学打击乐的。那我们其实是在宜兰长大的，两个乡下小孩。然后我爸爸他在宜兰是开铁工厂，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在铁工厂里面，常常会听到一些打铁啊，当当当，或是那个铁板掉落，大概就像这个声音。对，从小就听这个声音长大的，对。然后呢，就是一直听到这样的声音，所以好像在我们的血液里面有一种节奏感。那再加上我们两个其实非常的好动，所以其实有些人问我们说，哎，你父母亲是不是音乐家？很多人问我们这个问题。我说我爸爸他应该算半个打击乐家，哎，只是他平常打的不是打击乐器，他是打铁的。对，然后呢，哎，刚刚讲到了，好，加上我们两个非常好动，对，所以我们常在家里面就，哎，这个家里的沙发，哎，阿公的橱柜，阿嬷的这个餐具，妈妈的花瓶，不小心真的把妈妈花瓶弄破了，所以我妈就觉得说这样下去好像不是办法，厨艺明给她弄被破坏差不多了，所以她就说，哎，那不然就送去学打击乐好了。那刚好那个时候两个一起报名有优惠，所以我们两个就一起开始学打击乐了。对，然后觉得说把我们送去打击乐教室发泄一下精力。我们后来进去打击教室里面才发现，哇，这个简直就是我们的游乐园，也各式各样的乐器，有琴，有鼓，然后有金属，就是我们发觉很多很有趣的声音都在里面发现，所以我们就开始对打击乐产生兴趣，就开始了我们的打击乐之旅。
现场有没有小朋友有学打击乐的，或是学音乐的？哦，有，哎，哦，这位是吧？啊，好好，那应该会听得非常的入迷，这样。好，所以后来我们就去学打击乐，后来我们就加入了台湾一个很有名的打击乐团，叫朱宗庆打击乐团。对，然后也在里面算是工作练习了一段时间。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刚进去大学一年级，然后那时候老师就说：“哦，我帮你们安排了30场的校园巡回，那你们那个一个月后就要准备演出。”我们就啊，你在跟我开玩笑吗？什么都不会，然后就要上战场的感觉。对对。所以后来在里面就经历了很多的练习，然后也成长很多。但是在那个之前，我们两个都不是以这样的组合，有点像是我是独奏家，他是独奏家，我是单打独斗的。其实我没有组合起来，对。然后我们原本也是竞争对手。那直到有一天，我记得我们是看了一场音乐会，在台北国家音乐厅。然后那是一场，我记得那个是请了一个以色列的打击乐双人组来台湾表演。那时候我没有想太多，反正就是看表演嘛。结果没想到坐在国家音乐厅的桌椅子坐着，看到他们表演，全程我们是扶着那个扶手，就像哇，我们像坐在赛车椅子上面这样，哇，从头到尾是抓着椅子看完的，就觉得说为什么哇，他们的音乐能量还有演出的细致度，怎么可以演得那么好？再加上他们两个还不是兄弟，你就觉得说哇，我们以后有朝一日一定要像他们那个样子。对，那。接下来呢，我们会再分享其他的故事。来分享故事之前呢，我们先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台上的乐器，好不好？好，那这个乐器有没有人知道是什么名字？哎，有观众知道吗？什么名字？木琴。哇，太棒！我们给这个弟弟一个掌声鼓励。对，非常好。对，它是木琴的一种。那它还有一个全名叫做马林巴木琴。那马林巴木琴其实就是从中南美洲来的，它是中南美洲的传统乐器，它只把我们把它改良成西洋，改良成这个样子。那大家可以听一下马林巴木琴的声音，谁手机响？大家知道这个是什么声音吧？对，就是我们每天都在用的那个 LINE 的那个铃声，所以其实这个 LINE 的铃声也是从马林巴木琴取样而来。对，那刚刚这个是马林巴木琴的声音，我们先来示范一下。如果平常呢打击乐都是用两根棒子，就是一手拿一支，敲起来会是什么样子？OK， 刚那段呢是取自于巴哈的一小段的作品。那两只棒子大家可以听到，其实有点像是旋律跟旋律单旋律的的呈现这样。那两只棒子之后，我们可不可以敲四根棒子？哎，我们请雷友老师来示范一下，四根棒子跟两只棒子，大家也可以观察一下有什么不同。两根棒子跟四根棒子有什么不同？有人知道吗？他说：“欸、啊，就多两根，多两根啊。”其实两根棒子跟四根棒子最大的不同是，除了旋律之外，它还可以加入和弦的部分。是，刚刚我们听两根棒子就是一个旋律，得得得得得得得，然后四根棒子又多了一个和弦的感觉，就有点像是合唱团。对，一个女高音又加了一个男中音，一个加一个男低音的那种感觉。好，那刚刚是四根棒子，我们现在挑战一下这个内容老师，我们加到六根棒子试试看。对，好，有点像是在卖串烧的老板啊，意思。对，好，来，我们听一看。
掌声鼓励。有点像是特技的感觉。那其实六根棒子跟四根棒子又很大的不同的是，它除了旋律，又可以打和弦，又可以打音堆，所以大家可以听到啪一下去就六个音。对，那六根棒子其实跟四根棒子就是它的技巧会有点比较困难一点，对，但是看起来好像真的很有挑战性的感觉。好，那我们就来介绍一下旁边的乐器。我们先敲一首曲子。好 ，OK。那刚刚才加入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双子二重奏，今天来这边跟大家分享我们的最新专辑以及我们的音乐。那接下来我们要敲的这首曲子，就是在我们专辑里面的其中一首歌。好，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这首曲子叫做《草莓啊懒给刚》，那这首《草莓啊懒给刚》是收录在我们专辑的第七首。那其实大家台湾的朋友们都知道《草莓啊懒给刚》都很熟悉。那我们为什么会选这首曲子呢？是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到丹麦去演出，然后那是在一个教堂里面演出。演出完呢，就有一个老阿嬷，一个太太，她就慢慢慢慢走过来我们幕前旁边，对，她就说：“我好喜欢你们刚刚演的那个肖邦啊、贝多芬，但是我最喜欢的是你们的最后一首安可曲，那个什么蚱蜢啊、公鸡那首。”我说：“啊，谢谢你，谢谢你。”那你为什么喜欢呢？他说：“我没有去过台湾，但我听了之后，我觉得我好像去了台湾一趟。我看到台湾的风景，我看到感受到台湾的地方。”我说：“哇，这是最棒的赞美了，对，而且还不用买机票。”好，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收录在我们专辑第七首的《草莓啊懒给刚》。
好，大家还喜欢刚刚那首《超妙朗给雕》吗？啊，谢谢。我想这就是为什么那个老奶奶觉得，哎，我真的去了一趟台湾的感觉。对，那其实我们刚刚有说到，我们两个决定要成立我们的二重奏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我们还没有敲得像现在那个样子。对，那我们那时候为什么会成立二重奏，是因为我们之前刚刚说我们看了一场表演。对，那看完表演之后呢，就决定很想要再进一步的叫什么去我们去留学。对对，就觉得说哎，看得那么厉害，好像要随着他们的脚步一起出发这样。所以后来我们就查了一下，哎，他们在哪边念书，然后看了一下，哦，他们在丹麦的皇家音乐学院念书。所以我们后来其实有一点，很多人都说哎，你们有点发疯了，为什么台湾也有演出，然后也有学生，也有稳定的工作，我们两个就毅然决然把所有的工作都放弃了，买了两张机票就飞到10000公里外的北欧去读书这样子。对，然后那个时候去丹麦其实是去找偶像的，我们刚好说到以色列那组二人组嘛，刚好丹麦也有一组狮组级的打击二重奏，他们是全世界的第一组的职业二重奏，然后我们两个人有点像是古典明星演了1000场表演之后，后来呢又转换跑道变成流行音乐的结合电音，然后在欧洲卖了100万张唱片。嗯，所以我们就觉得哦，那就去丹麦啊，就是那个地方。对，但是我们刚到那边第一个学期其实找不到他们，因为他们有点像是偶像明星，应该有点像是丹麦的动力火车的感觉，就两个人嘛，然后又一起做音乐这样子，然后在2000年的时候很红。对，后来我们找不到他，有一次是一个机会，我们去了一个 party。然后那个 party， 因为欧洲人很喜欢开 party， 我们就在大家里面喝啤酒啦，干嘛的？遇到了一个西班牙人，然后他就说：“哎，你们两个是来自台湾的打击乐双人组？”我说：“啊，对对对对，你好你好。”他说：“那你们有遇到那个丹麦的传奇的双人组了吗？”我说：“哎，不瞒你说，我们一直都找不到他们，网络上也搜寻不到他们的联系方式。”他说：“哦，这样啊，这是他的电话号码。”我之前有跟他一起工作过，你们有空可以跟他聊聊天，应该有很多话可以聊。就哦，好，谢谢你，谢谢你。准备要跟偶像联系，就打了一堆讯息给他说，我们来自台湾，很想要跟你见面这样。传送出去之后，过了1分钟已读，不回。想说他可能想说，哎，这个奇怪的号码是什么？诈骗集团吗？还是什么？我们就想说，我们小小的梦想，飞过来这边，现在就要被熄灭了，这样。就过了1天半之后，就收到回复，他说：“哦，很开心你们从那么远的地方飞过来北欧，那找个机会我们一起玩音乐吧。”就哦，好，太棒了，对。所以后来我们终于见面了。那你要不要聊一下，我们那时候是怎么跟他？我们那时候就跟他约在皇家音乐学院里面的教室，然后他进来教室，我们第一眼看到他是紧张到说不出话来。就然后假如说你很喜欢唱歌，然后你等一下要唱歌给张惠妹听，就会有一种，我没有办法说话了，对对对，呼吸不过来。后来他也看我们很紧张，他就说，哦，那不然他先分享他怎么在丹麦被大家认识，怎么成功的故事。讲完了之后，大概过了1个小时，他就说，哎，那要不要换你们两个敲几首曲子给我听？我说，哦，好，没问题。我们就敲了一首曲子，也是刚刚类似刚刚的，有一首肖邦吧。对，敲完之后他就这样，哦，双胞胎，不愧为默契不错。但是你们两个啊，你们的表现力大概只有这样，他就比了一个这样，10公分。我就想说，哎，是我们台湾太斯文还是怎么样？他说你们可以做到这样，他就比了一个1公尺。对，我们想说，啊，请问一下怎么做？对，他就问我们一个很关键的问题。请问一下，你们一天练几个小时啊？哎，我们那时候就说啊，一天练几个小时？请问大家有学音乐的吗？或者是有吗？你们一天练几个小时？刚刚有学？对，应该所有人听到这个问题都是几个小时啊？所以我们那时候一天大概练3个小时，我就跟他说4个小时，我们练4个小时，然后就说哦这样啊，4个小时，那你们可以练8个小时？就哦好。对，硬着头皮也要说可以。对对，结果他就说：“哦，你知道我们怎么变成现在这个状况吗？”
他说他们从16、17岁就开始每天早上五点起来练那个基本功，然后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有什么乐器，他们就拿枕头开始敲，就敲到敲枕头敲2个小时，对，然后到学校继续练习，然后两个人一起练组合，练，然后练到晚上10点，警卫来赶人之后又回家，他们就这样每天一直练，练到整个丹麦都认识他们，我就。哇、哦，知道了，就原本以为我们觉得他们是那种天才等级，好像不用练习就很厉害，原来是没有捷径这样，所以后来呢，我们就发了狂的苦练，到处报音乐比赛，然后到处去报音乐节，然后甚至我们还寄email 给丹麦的教堂，因为大家知道台湾可能有很多庙宇，然后丹麦有很多的教堂，但是丹麦的教堂里面有其实是他们的表演中心。里面都会有一个弹管风琴的人，那个人就是那边的音乐总监，所以他如果点头同意，你就可以进去演，这样。所以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寄了差不多400多封的 email， 反正只要在丹麦每一个教堂我们都不放过，每个都寄。大家猜我们后来收到几封回信？400封寄出去。哇，真的是太乐观了！哇，这个观众真的，我们最后收到3封。对，然后其中2封是跟我们说啊，我们最近那个预算不足，可能没办法请你们来，很开心你们寄信过来。然后其中一封是说打击乐啊，嗯，很有趣，但是比较少听啦，不然你们在门口演，我就他可能怕我们太吵这样子。对，我就说哎，这个有机会，所以后来我们就跟那个总监聊天啊，然后也稍微演了一小段给他听，跟他喝个咖啡。后来呢，我们就成功进到了这个丹麦的教堂里面演。所以其实呢就是这样，然后一直一个接一个，然后演出就越来越多，我们也到了一些艺术节去演出，我们到丹麦、瑞士、意大利，还去了西班牙，特别放松的地方，然后也去了美国，所以在疫情之前我们就到了蛮多地方，世界各地演出，但是刚好疫情爆发了，我们大家都知道嘛，没有事情，没有办法可以做表演，对，全世界的音乐家都突然要待在家里了，对，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想说，诶，那我们现在什么事都不能做，有没有什么东西是我们有，那我们什么东西还没有，然后就有人常常遇到有人说，哎，你们两个出道也一段时间了，怎么没有你们的专辑呢？对，我都会说，哦，准备中，对，所以刚好这次因为疫情的关系，终于把这张专辑也生出来了，对，所以我们其实这样一路走来，从宜兰的铁工厂，然后后来到欧美各地去演出，最后呢，我们也到了疫情前我们也去了美国的卡内基厅，纽约卡内基厅演出，对，就是古典音乐的最高殿堂这样，对，所以终于这一切都把它浓缩在这个专辑里面。成军这样算几天？应该有4岁开始学，应该有10000天了吧？对，不小心透露年龄。对，好，那我们现在就来介绍一下专辑的部分。OK， 那今天要跟大家一起开箱我们的专辑的部分。那 我自己是还蛮喜欢这个专辑的设计，就是很简单，然后封面就是我们两个拿着鼓棒，有点像要跟人家打架啊，没有，有点像就是我们两个的面对面的感觉。对，然后我记得我要拍这张照之前，大概2个礼拜没有吃晚餐跟宵夜，对，因为之前吃的比较多一点，对，这个看起来就蛮一样的。好，那我们把它打开。好，那这个就是。大家可以猜一下，因为可能我自己都有点分不清楚哪个是哪一个。对，其中一个是这个是我吧？对，哦，这个是你。我记得有朋友买了之后，他说太棒了，这个 CD 他拿去听，然后他就把这个放在他们家的玄关，就这样放着。他说你们这样可以帮我趋吉避凶、打煞，就在家的门口。我说哦，原来还有这个功能，这样。对，那也可以趋吉避凶一下。对，所以翻过来就刚好是我们的曲目表。这样子就是一个三折式的一个专辑的感觉，哦，然后里面还有一个我们的 CD， 然后这个是小册子，然后里面有我们表演的照片，然后还有我们自己刚才的一些故事都有写在里面，然后我们刚刚有说到我们从宜兰的铁工厂的小朋友一路打到卡内基厅的这个过程也都在这个小本子里面。那跟观众朋友分享一下那个音乐的小故事，里面有一两首，对，里面有2首曲子还蛮特别的，
就是帮我们量身定做。其中有一首曲子叫做 Drift 漂移，那这个漂移呢，其实是我们有一次去美国表演，那时候去美国的一个打击乐年会，有点像打击乐界的葛莱美奖。 Anyway， 反正我们演完在后台就有一个男子，白人男子，他就走到后台说，哎，两位，今天的表演我很喜欢，有机会的话，也可以让我帮你写一首曲子吗？我叫 Garrett， 就是有一位作曲家跟我们毛遂自荐。我们就说，哎，太棒了，有人要帮我们写曲子，哎，所以后来我们就开始联系上，我们就说，哎 ，Garrett 啊，因为我们每次上台演出都会带这么多的乐器，能不能帮我们写一首乐器，越简单越好，但是呢，他的曲目还是很丰富。他说，好，没问题，那我就帮你们写，只用到一颗大鼓。一颗小鼓，然后一颗中鼓，还有铁琴的两个音。对，所以这一首漂移呢，就是在这个非常简单的乐器里面，然后有很多很丰富的呈现。还有另外一首曲子呢，叫做《分层元素》，它是一首马林巴木琴加电音的曲子。为什么会有那首曲子呢？其实是我们有一次在瑞士表演。那个时候我们住在瑞士的一个背包客栈，大家有人去过瑞士吗？哦，有 ，OK。那姐姐有去过瑞士哦。那大家都知道瑞士的物价很贵，真的太贵，超级贵。我记得一碗炒饭要多少钱？800块，就是你不会想要去吃一碗炒饭在那边，对，因为800块。所以后来我们就决定自己在厨房煮饭，煮着煮着就想说，哎，怎么有一个看起来很面熟的人也走进厨房？他不就是那个打击界最近很有名的 Thomas Golinski 吗？我们就叫他汤马士先生好了。可能有学打击乐的朋友会知道说，他的曲子最近在台湾很多木琴啊音乐比赛都会用到，因为很难指定曲，所以那个敲了之后分数会比较高。对，所以后来我们就想说跟他毛遂自荐，哎，你好你好，汤马士，我们是来自台湾的双子二重奏，很开心在这边见到你。所以后来我们越聊越开心，我们甚至分享我们的食物，我们给他吃一点台湾菜，他也给我们吃一点波兰的饺子，这样子。对，后来我们想说机不可失，要不然来问他可不可以帮我们写一首曲子，结果后来他就说，哦，好，我很乐意，所以就有了专辑里面的第四首《分层元素》，然后里面是加了电音，还有一些木琴的结合。那今天因为场地的关系，没有办法呈现给大家。那大家都可以上我们的 YouTube 搜寻双子二重奏，就可以看到完整的表演，或者是在专辑里面。对，好，那我们刚刚讲那么多，其实今天也想要跟观众朋友稍微玩一下，体验一下打击乐。那等一下这个体验呢，我们体验之前是不是先让大家看听一些这些？好好，没事，好。那刚才大家还记得这个乐器叫什么吗？木琴，对不对？那旁边这边琳琅满目，有没有人知道这些是什么东西？好，那我先一个一个来介绍。这个呢，它是落地鼓，因为它是放在地板上的，然后它有三个角，它通常是会是放在爵士鼓里面的右边，右手边，然后敲的时候声音很低沉，我们来听听看。在它前面的有一个叫做太空鼓，它的声音听起来很太空感，我们来听听看。OK， 好，在我们旁边有看到的这个长长的，有点像瓦斯桶的，有没有知道它叫什么乐器？小什么鼓？汤加鼓。哎，汤加鼓，哎，是有学打击乐过吗？太厉害了。好，这个是康加鼓，它是来自中南美洲的一个乐器，所以我们在敲击的时候，我们可以听到的声音会很有节奏感，很有原始的感觉。OK， 这个是康加鼓。在旁边呢是他的有点像是兄弟的乐器，叫做邦哥鼓 Bongo， 这个也是我们第一次刚学打击乐进教室摸到的第一个乐器，他的声音呢比较高一点，跟这个康加鼓比起来，来听听看。
这个是 Bongo。 那旁边呢，我们可以看到有大大小小不同的金属的乐器，分别是这个是牛铃，牛铃就是以前那个怕牛走丝挂在脖子上那个，然后还有拔、小锣跟挠把。我们任婷就帮我们全部组合起来敲敲看。哇，看起来很忙哦。有时候我们也会用到不是乐器的乐器，什么意思？我们刚刚说我们家里小时候开铁工厂，对不对？虽然我爸爸他不是音乐家，但有时候还是有点用处的。所以我们会跟他说，哎，我们需要一块铁，然后帮我们做一块铁，然后敲出声音，可不可以？然后他就帮我们做了这个特制的铁板。那如果铁板放在工厂里面就只是铁板，那如果把它放在表演舞台上，它就变成一个乐器了。那现在这个乐器叫做雷片，我们来听听看。鼓掌一下。 OK， 大家刚刚听了这么多，有没有人想要敲敲看？哦，弟弟马上举手。好，接下来我们想要跟大家小小的互动一下，这个互动非常简单，不会需要大家用到任何的乐器，只要用到你们的双手就可以了。 OK， 双手。等一下我们要玩的这个游戏呢，叫做双指节拍，我们会让大家体验两个节奏。那在体验之前，节奏之前呢，我们要先跟大家来稍微看一下大家的节奏感怎么样。OK， 等一下我拍什么节奏，大家就跟着拍什么节奏。OK， 我们来试试看啊、哦。大家是不是在家里练习完才过来？好像有点厉害。好，那我们再来一次。那我们等一下速度会稍微加快一点点，然后也会越来越复杂。好，大家再我们再玩一次哦。大家应该会来成品，应该都是很有意味气息，很有文化气息。对对对对，但没有这么容易就放过大家了。接下来我们要正式来玩这个双指节拍，要怎么玩呢？我们会让大家体验两个节奏。当大家都会的，对，没错，就是两个。两个节奏，当大家都会了之后呢，我们会把大家分成两边，两边各打不同的节奏，但是呢，同时又要合起来。就像是一个大型的二重奏的乐团的感觉。 OK， 那准备好了吗？好，那我们先来听一下第一个节奏。再的鼓励哦，但有一点点像。好，那第二个节奏呢，就没有这么轻易放过大家了，会稍微有挑战性一点。来，大家先听我打一次哦。
真的是文化之都，大家的节奏感都很厉害。对对对，比高雄好，没有人。不要不要不要乱讲话，不要讲出来。不要不要不要，刚刚没听到，什么都没听到。OK， 好，那就两边一起咯。OK， 那我们右边的朋友们，先帮我打第一个节奏，还记得是什么吗？好，没关系，我们跟大家一起打。好，右边的朋友们。好，左边的朋友跟着我一起来哦，小心不要被拉走喽。来，准备。恭喜大家完成双子节拍的，太棒了！给自己一个掌声鼓励鼓励，掌声鼓励。大家刚刚应该可以感受到，你在敲节奏的时候，旁边的人是不一样的，但是合起来又像是一个节奏的复合的感觉。所以音乐跟节奏其实是很奇妙，可是又很平易近人的。对。那我们现在就来示范一下极速版本的这个双子节拍。谢谢。那接下来呢，我们要为大家演奏的曲子呢，是我们专辑的第六首。啊，这首曲子比较长，也是我们今天要演奏的最后一首曲子了。这首曲子叫做《木琴灵歌》。因为疫情这两年，大家应该都觉得我们的生活被改变了很多，对吧？以前觉得习以为常的事情，现在觉得好像有点不一样了。那在35年前，也跟现在的情况有一点点相像。那个时候发生了一场非常严重的饥荒，很多人因为没有东西吃，就失去了他们的生命。所以那时候很多的艺术家、很多的音乐家也好，都想要为这件事情来发声。所以后来呢，这首曲子的作曲家三木仁老师，他就做了这首曲子，为当时的人们来纪念。那这首曲子的第一段呢，是一个安魂曲，非常的深沉。那第二段呢，是运用了日本太鼓的元素，非常的振奋人心，也带给人希望。那原本是写给四个人来演奏，我们今天会有两个人来呈现四个人的感觉。这首曲子陪我们到世界很多地方演出。那今天呢，也把这首曲子献给大家，希望你们会喜欢《木琴灵歌2》，谢谢。
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喜欢，希望大家喜欢刚才这首《木琴民歌》。应该可以看说我们两个拼老命在打。对，那这首曲子也是我们非常喜欢的曲子，我们把它放在专辑里面。今天真的非常谢谢大家来到我们的专辑分享会，也谢谢诚品邀请我们到这边演出。大家其实我们也非常幸运，大家也非常幸运，因为平常我们的演出是要在，通常是在音乐厅里面要买票进去。哦，对，今天是分享这样子。对，那我们等一下呢，也会在这边跟大家有一个签名交流的活动。那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演出的话呢，也欢迎上 Facebook 或者 IG 搜寻Twin Cushion 双子二重奏，或者是旁边有 QR code， 等下也都可以扫。那我们在12月20号，就是下个礼拜二，在台中国家歌剧院的中剧院会有整场专场的专辑音乐会，那也欢迎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到中剧院去聆听整场的专辑音乐会。今天有给现场的观众们现场的优惠折扣，这样子有7折，所以今天才有的，所以大家等一下可以看一下。好，那就待会见咯，拜拜。对，如果等一下喜欢我们的演出的话，也多多支持我们的专辑，在这边还有柜台都可以购买。那我们就待会见，拜拜。我们要不要跟大家拍个照？那我们可以跟大家拍个照吗？